28日晚第30届金鹰奖颁奖典礼举行，现场可谓是亮点不断。发现被镜头扫到，宋茜表情管理一秒变脸，可可爱爱。李易峰自曝想拿最佳女演员奖，台上假摔下宋佳，两人同框似豪门姐弟。王一博粉丝颁奖礼现场 cos 蓝忘机，本尊却在认真吃海带丝。周笔畅衣服太重不会走路，一脸正经超逗趣。今年的金鹰节可谓是十分有爱了，明星们的互动也是爆足了大家的眼福和笑点啊，这才是真实又可爱的他们吧。